走。走了，老四啊，过来，来，哎呀，钙片微量元素有没有活动？家人们，咱家今天不卖那个宠物用品，咱们今天不卖宠物用品。钙片微量的话，大家伙联系客服，行不行？你们联系客服，宠物用品的话，现在咱也有后台有客服。你们呢？你说我想买钙片微量元素，他给你推荐链接，还告诉你多少钱，是不是？直接联系客服就可以。今天给大家伙做点木耳吃啊，家人们啊。咱家今天做点木耳吃啊，木耳吃有块9毛钱，180克，啊，这是咱们家泡出来的木耳啊，家人们，嗯，东北黑木耳啊，我拿这儿来看，嗯，这是咱家这是泡好的木耳啊。做两个菜啊，媳妇辛苦了，我媳妇辛苦了，我媳妇今天就露两手。木耳是不是有点贵？有点贵了，木耳是不是有点贵了？你看看哪个便宜？那家伙，咱家木耳还贵、啊。我跟你说，咱家木耳是，咱家木耳贵。你都不用说贵，你上你们自己的当地的那个超市，你看你们当地超市多钱一斤？木耳一点都不贵啊，家人们啊，知道的话。平时买家里买菜的呀，平时家里做饭的呀，你们就知道咱们木耳一点都不贵啊。热不热？屋里头？22度，媳妇儿，22度，卡不卡？来上海就知道了。Seven，你看 Seven 想吃，Seven 想吃，啊？三万，你带儿子出去玩玩去，去三万，你带你家儿子出去玩会儿，三万，三万，你把老四叫起来，三万，你去把找老四，把老四拽出来给他，你叫老四，你拽你儿子出来，三万，三万，你儿子，三万呢？你拽你儿子出来，他，这不儿子吗？三万，你叫他出来，叫他出来，你叫他叫他，三万，你叫两声他就出去了。啊，三万，媳妇，这是不是都不要了？这个，你叫他两声，叫三万，你叫老四两声，老四就出去了。懂事儿，今天炒木耳吃啊，今天炒木耳吃，欢迎家人们啊！咱家东北黑木耳19.9毛钱，180克啊，47.9块一斤啊，老铁们，47.9块一斤啊。这是咱家的木耳啊，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而且特别厚实，没有根儿啊。咱家木耳特别厚实，没有根儿啊。老四来，老四来，出来溜溜，四哥来，出来溜溜的。啥时候做饭呢？马上做饭，马上就做饭，家人们。我在屋里，我该炒我就炒好了。嗯，炒好，炒好呗。然后炒的时候，你再吃。今天做个啥？西兰花。啊。西兰花炒木耳拍了一斤了，西兰花炒木耳，然后拌个木耳凉菜。然后芹菜炒木耳，肉炒木耳，木耳炒鸡蛋。木耳炒鸡蛋几个菜媳妇儿？还有木耳沙拉根儿。西兰花炒木耳，芹菜炒木耳，然后木耳炒鸡蛋，木耳炒肉，然后拌一个凉菜，再一个沙拉根儿，够了。为什么天天卖木耳？因为咱家木耳好，家人们，因为咱家木耳好，47.9块一大袋，老铁们，走吧。你干啥呢，三万？啊？咱家木耳47.9毛钱，这一大袋儿，老铁们知道吗？一大包，一大袋儿，老划算了。这一大袋你能吃一年，
我跟你说，这一斤木耳能吃一年，啊，19.9块钱这么一包，啊，就这么一包的话，家人们，你们自己在家做饭的话，能做个十多次，就自己家炒菜能炒十多次，知道不？这木耳，啊，你们有需要的话，待会儿可以去下一单，咱家东北纯东北特产，一点不带掺假的，老铁们，一点都不带掺假的啊！过来，来三万，这个出来溜溜的，来看谁出来，来，我看谁出来啊？老四不愿出来，我四哥不愿出来，四哥，四哥来，四哥来，四哥正来着呢，出去喝点水，快，四哥来出来喝点水啊！我四哥想游泳，知道吗？你看啊，四哥你上来，来，四哥上，你看四哥可高兴了，四哥上来，来，上来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说给我四哥高兴的，哎呀，四哥坐好了吧？你打算跳水呀？啊，比这个差的还60-70呢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们在南方的话，指定是买不着那个咱家这个品质的木耳，100%买不着。啊，因为你在咱家买木耳，就是相当于源头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你们知道什么是源头吗？啊，真是源头了，因为我们就是咱直接就是咱自己家种的，然后呢，我给大伙打上包，给大伙发货，啊。老四啊，老四想游泳，四哥脑袋真大。四哥呀，你想游泳啊，四哥？啊？黑龙江木耳非常好吃，在家买好几次了。有没有一斤的？有一斤的呀，家人们有规格，按规格买。啊，四哥你在这待着吧，四哥啊，你在这待着吧，老爷不跟你玩，你今天玩不了。四哥想让我跟他一块玩游泳去，今天天热。天热，我这会儿没放狗出来，就放三文和老四出来了，啊，你把狗都放出来，他们几个得不行，啊，小明我也想出来，都想出来玩，但外面天太热了，太多了之后吧，狗太多了之后，他们怎么的？过来来，咱们来，狗太多了之后，他们疯啊，跑来跑去的那样更热，啊，就老四和三文他们俩还挺好，这样式的，啊，多少一斤多少钱？一斤47.9块钱，家人们啊。一斤47.9，我给大伙看一下咱家泡好的木耳，老铁们啊，这是咱们家泡好的木耳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东北黑木耳泡好的，没有根儿，免摘的，看到家人们，47.9一斤，老铁们，40多块钱一斤，你在南方这个价格你们能买着吗？老铁们，能买着吗？40多块钱一斤，是不是买不着？啊，19.9块，180克，这一斤就是这一大包，老铁们。一斤这一大包，你看这一斤一大包有多些，你看这一大包有多些啊，47.9一斤，嘎嘎好的木耳，老铁们啊，有需要的话，大家伙真的，家人们，咱家木耳马上就要没有了啊，因为马上就要步入冬天了，北方现在是9月份了，马上9月份了啊，10月份那时候天就冷了，10月份基本就有下雪的了，知道吗？东北那地方，家人们啊，你们又想买木耳的话啊，可以备一单，留着过年吃，过节吃。木耳没有了，客服干啥呢？啊，留着过节吃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木耳的话，大家伙去拍的啊，多存点货，过年肯定多。客服干啥呢？啊？客服，没有了。赚到钱，房也又大了。客服干啥呢？客服没了。等会儿，家人们啊，我让他加啊。咱家木耳，跟你说，咱家木耳卖老好了。过来，三位来。没有吗？现在没有吗？过来，来三万，来一袋多重？一袋是500克，家人们啊，买了没有了？等会啊，媳妇儿，我的妈，干哈呢？这个客服啊，干哈呢，大哥呀？
上啊！哎呀，这客服啊，跟傻子似的，真的整不了，真整不了，自己来吧。没有了。好了，上好了，家人们，我给大伙上好了啊！别耽误大家伙时间，人家中午咱家里人，咱家人上咱直播间看看咱们直播，为了就是买咱家木耳来的。这大家伙有的人买完木耳就走了，不要耽误大家伙时间，我可不愿意耽误你们时间了，家人们知道吗？啊，来咱家之后拍完之后，大伙就该上班上班，该休息就休息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客服在忙别的呢，谁到了？你说这真是的，你说咱家客服，你说咱家客服是合格吗？家人们，称职吗？啊，有时候大家伙总说三阳爸脾气不好，你们就说称职吗？一会儿呀，干啥？我洗手了，媳妇儿，我。我洗手了。但是对于做饭人的眼里头，你没看见你洗手，那你手就是不干净。等会儿放上做木耳啊，家人们啊，47.9一斤啊。哎，为什么感觉这空调不凉呢？姐，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门关上啊？哎，你说为什么感觉这空调不凉呢？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门关上啊？啊？是不是？22度，我怎么一点感觉凉风没有啊？媳妇是不是制冷模式啊？我看是不是制冷模式，应该是制冷模式。给我四哥热的，四哥呀，给我四哥热坏了啊！四哥呀，热不热啊？应该调制冷模式，应该是啊。哎，应该空调把门关起来。是制冷模式啊，这不制冷吗？制热、送风、自动、制冷，制冷模式22度，人咋这么少呢？中午直播人就少，没带狗子一块玩。你看着啊，我带我家四哥游泳人就多了，啊，我四哥一下水，直播间呢肯定能上到4000人。锅里那个加上少许盐和这个啊，焯木耳，媳妇儿，你说焯木耳的时候，对，就是你这个焯木耳和配菜的时候，你这一定要里头搁上少许盐和那个啥，油是为了让它保色着，然后盐就是让它保持它那个脆感。哎，有木耳了，拍了啊，感谢家人们啊，就47.9一斤，老铁们，咱家木耳啊，19.9，180克。就是焯木耳的时候，里边要放少许盐。放盐的目的是啥呢，媳妇儿？就是你看你这里不也有绿色的菜吗？对。还有啥？你放油是为了让它保色，知道吧？它让它这个绿呀，或者让它这个颜色呀更鲜艳一点。然后盐呢，是为了保持它原有的那个脆色的那个感觉。嗯。焯的时候放点盐。对。液不液？液。你就看这个，你就先还没什么时候发货，家人们，你们现在拍的晚上都能发货啊。第一道菜啊。现在拍的话，晚上都能发货，家人们，你们现在拍，基本是后天就能收着了，知道吧？就是今天拍的话，后天就能收着，哎，基本大后天顶多就是2-3天就收了，因为你们现在拍的话，下午都能给大伙发走，知道吧？咱们现在就发，老铁们，现拍现发，一点不耽误大家伙时间，啊。然后呢，咱家东北黑木耳马上就没有了。东北大伙都说东北现在天冷了，跟南方不一样啊。老铁们，没有木耳了。如果还想买的话，就是等到明年了啊，家人们啊。咱买一袋木耳，咱留着过年吃啊。这现在我媳妇给大伙做的这个叫媳妇这拌木耳啊呀，炒木耳吧。炒木耳啊。先把这个焯出来。木耳做之前一定要下锅焯一下子，家人们啊，一定要下锅焯一下子才可以。木耳是血管的清道夫啊，你看大家伙都知道是不是，懂的话都知道，木耳是血管的清道夫，对血管啊，对老年人呢、啊、都特别好啊，家人们啊。
老年人吃木耳特别好。你就看这菜还没炒呢，你就先看这个色儿搭配出来的色。哎呀，我看看，媳妇儿，看着了，家人们，这还没炒呢，看着啊，这还没下锅呢。你说这色儿好不好，老铁们？看咱木耳好不好，黑不黑？啊，这个黑度，啊，家人们，你说咱这个木耳干不干净？这咱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东北黑木耳名不虚传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有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啊，家人们，47.9元一斤啊，一斤就一大包啊，我给大伙看一下子啊，哎呀，这是一大包，老铁们啊，这一大包你能吃一年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你就是你现在之前买过的，老铁们之前买过的，你现在也可以再去继续买一单，你备起来，留着过年吃，知道吗？啊，或者过两天马上过节了吗，老铁们，买一单木耳拿回家，是不是？哎，放到包里头拿回家给爸妈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带点那个东北的土特产不挺好的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是泡好的，这是刚才刚焯过的这个木耳啊，这咱泡好的木耳啊，而且咱木耳没有根儿啊，免摘的，家人们啊，免摘没有根儿啊。不烧热油吗？不放醋吗？媳妇儿，这个火你是给关了还是咋的？媳妇儿，不炒不关呗。不用关，我小点火行不行？行。我媳妇儿焯一下胡萝卜啊。47.9元已经没有了，木耳没了。180克多大袋？180克，家人们啊，没买过咱家木耳的啊，你们可以买一袋180克，看着吗？这是焯的西兰花木耳啊，老铁们啊，一会儿都下锅都炒了它啊。这个是咱们家180克的。啊，这个是一斤的，家人们，180克就是3.6两，老铁们，3.6两是多些，知道吧？正常咱们在外面买的话，啊，就是我现在在南方，家人们，我在外面买的话，正常这一袋木耳，老铁们啊，都得是7-8元一两，老铁们啊，咱这3.6两，你算多少钱？3两，37.21元呢，抵30多块钱吧，这么一大包抵30多块钱，在咱们直播间19.9元。知道吧？但是大家伙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哎，你们信得过三万爸爸的啊？咱家木耳都卖了一年多了，卖了好评率100%，咱家好评率100%，家人们啊，卖了2万多单，1万多单评论啊，全是好评，一个差评没有。如果你相信咱们家的话，老铁们，你们拍一单一斤的啊，拍一单一斤装的，一斤47.9元，纯东北黑木耳，一点不掺假，老铁们，纯东北黑木耳。啊，我卖完这批木耳之后，咱俩以后就不搞专场了，没有多少了，没多钱了，没多些了，家人们啊，你们，你看就像去年似的，大伙都争着抢着要木耳啊，但到冬天的时候真没有，知道吗？冬天那属于反季的东西，我现在给大伙卖的是应季的东西，马上没有了啊，想拍的话，大伙现在去拍的啊，好吧？老爷这里买木耳划算，第一个是划算，第二是咱木耳好吃，知道吧，家人们，是木耳是真是好吃啊、嗯、我也搅一下子啊，西兰花炒木耳，一会儿再做个木耳辣根儿。媳妇这得你看这木耳，老铁们啊，你上哪整这么好的木耳去，老铁们啊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品质的木耳，你要是70-80元，我跟你说你都不好买，知道吗？70-80元一斤，老铁们知道吗？看着了吗？咱这木耳啊，得70-80元一斤，在咱家才47.9元，多划算呢。四哥呀，老爷说的没毛病吧，四哥。这会儿凉快了，好吃。这会儿凉快，一会儿就凉快了啊！把门关上了，最后把这个门也关上了，哇，这个门也关上了，最后就彻底凉快了。点点亮，家人们啊，没点亮的好朋友们，大家伙点点亮，替三爹点点亮啊！拍了几天发货，家人们，你们现在拍完下午就发货，知道吧？现在拍完下午就发货，我给客服打电话，来，我给客服打电话，必须全发走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们现在拍的必须今天全发走了啊！来，我让他通知牡丹江，今天你们现在下单的啊，老铁们，你们现在下单的啊，
必须全发走的啊！等会儿啊，发什么快递？发韵达或者中通，家人们啊。今天拍的木耳就全发走的，全发走的。告诉一声，我一开热点，一接电话没网啊。全发走的啊，好吧。行，好。今天下单的全发走，家人们啊，你现在下，立马就给你发走。啊，老铁们，立马就给大家伙发走，不会耽误大家伙一丁点时间啊！想吃木耳的，心里哎，家人们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一看这木耳就特别有食欲，知道特别想吃到嘴里去，这种感觉。现在整一个肉，这是五花肉是吧，媳妇儿？对。这肉用不洗？没有一斤的吗？有一斤的，家人们啊，有一斤的，大家伙买一斤的是怎么买的呢？老铁们，一斤装的木耳。选规格，选500克那个啊，选500克那个啊，你俩在这待着没啥意思啊，啊，要不你俩出去溜溜吧，溜溜的，啊，先出去溜溜的，一会儿再进来，是不是？喝点水，走，喝点水去，咱买不了，待会儿要选一个规格才能买啊，选一下规格啊，一定要，不选规格肯定买不着，啊。好，过来四哥，来，凉快了，阴天了，下午又下雨，这下午要下雨，看了吗？这些地方下午要下雨了，凉快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吗？又没有了。客服加点木耳，加点木耳，客服，快来，三个来，老四来，四哥来，四哥来。哎呀，多喝点水啊，四哥也不渴。我四个也不可，狗粮有10公斤的吗？家人们又想买狗粮的啊，你们现在联系客服，客服会给你推荐一个链接，知道吧？你买宠物用品的话啊，客服会推荐你个链接啊，家人们。四哥，你看我四哥走到懒懒散散的，看着啊，四哥过来，来过来，四哥，你看我四哥走到懒懒散散的，你看看啊，一点没有劲儿。但是我跟你说，四哥咱游泳吧，四哥来上来，来四哥上呀，四哥你不想游泳吗？四哥上。我四哥会跳水啊，三文就不敢上啊，三文不敢上，老四敢上啊，懒老四，懒四哥，四迷糊真懒啊。上次买了一斤，喜欢三文家又买了一斤，感谢力啊，谢谢力啊，三文你来，三文你过来，来三文来，你过来，来你说老四能不能跳下来啊？要不然你说老四哥能不能跳下来？卡不卡？不卡吧？你说老四哥能不能跳下来？四哥，四哥你过来，来，不卡，找个球。四哥跳下来，没人给他冲呢。四哥掉下来没人给他冲呢，四哥啊，四哥这样上面太危险了，四哥啊，老爷明天带你单独游，老爷跟你一块游，四哥老爷跟你一块游啊，好宝啊，好宝四哥啊，老爷跟你一块游啊，下来吧四哥，来下来吧啊，好，哎呀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做的，我亲手自己做的啊，我买了一张板子，买了点板条子，自己做的，老结实了。这东西我上去都没事，这东西我上去都没事，我自己做的。啊，特意给他们跳水用的。过来，四哥来，过来，四哥来。马上一会儿得下雨，一会下雨这天阴天了，现在外面凉快，知道吧？啊，杭州热吗？杭州还可以。家人们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19.9元，180克啊，马上开火。马上开火了，现在整好几个了，媳妇儿，咱一会儿做一个木耳炒鸡蛋啊，一会儿做一个木耳炒鸡蛋，再做一个西兰花炒木耳啊，再做一个芹菜炒木耳，咱们再做一个啊，三万辣根呢，媳妇儿，我那辣根呢，还有辣根啊，47.9元一斤，咱家东北黑木耳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，一会儿还有个木耳三辣根。我跟你说，这都是我喜欢吃的啊，这都我喜欢吃的。
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啊，老铁们啊，47.9一斤，买之前一定要选择规格，家人们，拍之前一定要选择规格啊。咱家这个规格就是，家人们，这个规格就是一斤装的，一斤四十七块九，一斤四十七块九，家人们啊，看到吗？这是180克，19.9块180克啊。这装修真好，这房子是租的，老铁们啊，这房子租，虽然说房子大，这房子租的挺好。木耳宴，今天给大伙做木耳宴啊。其他狗呢？其他狗在楼上呢，啊，其他狗没出来啊。你看啊，这是刚焯好的木耳，老铁们啊，木耳咱一定要焯一下子啊，下锅之前一定要焯一下子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是炒木耳之前吃木耳的时候一定要焯一下。Seven， 你看 Seven 干啥呢 ？Seven 呢？啊，你想吃华夫饼啊 ？Seven 呢？你怎么跟小迷糊似的呢 ？Seven 啊？还有个跳点不够啊？47.9一斤啊，不够，小白。拌凉菜和你张大哥都不够。那再泡点呗。先要泡就泡，赶紧泡，现在别泡。你等点吧。刚才泡多了，我想拿点，我把那木耳拿过来。拿点去吧，你拿手机，我把那木耳拿过来。你直接拿个盆儿去抓就得了呗。我那个地方信号不好。我说你直接端那盆儿过去抓就得了呗。啊，我直接端盆儿去吧。对呀、啊，抓过来一，看能够那个啥，这小麦木耳很好的，我经常吃，木耳不少了。这个是炒肉的，然后这个是炒鸡蛋的，然后还有个拌凉菜的，拌凉菜的木耳这些不够。嗯，这才几个也不够，嗯，然后再来一点，然后还有个粘辣根的，嗯，这个是一会儿炒的，这个鸡蛋也是一会儿炒的，嗯，然后这个是一会儿做凉菜用的，嗯，肉也是，南方这边都用水泡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木耳啊，如果你不用热水焯的话，它里头有那个，因为这个木耳，咱这个大地木耳，它是用菌做的，知道吧？用菌发育出来的。如果你不焯的话，它这个菌呢就会附在这个什么点儿，你吃了就有10%那么一点点的人吧会中毒，知道吧？所以必须要焯啊。木耳下锅之前一定要焯。对，一定要焯啊。然后我先炒菜吧。行，炒菜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想买木耳的啊，想吃木耳的啊，有不知道木耳怎么做的，家人们啊，待会儿有不知道这个木耳是怎么做的啊，你们可以去看看三妈怎么做的啊。木耳47.9一斤啊，家人们47.9一斤，这个木耳还没泡好呢啊，你看这木耳没泡好之前这木耳薄，你看了吗，家人们，没泡好之后这木耳薄啊，但是泡好了之后木耳都这么厚，看了吗？你泡好了之后这木耳都这么厚啊，这是刚才焯过的，你看这木耳多厚，你说这个没泡好的木耳薄，看了吗？咱东北黑木耳特别黑啊，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，纯东北黑木耳啊，有没买过咱家木耳的话，你就拍，直接拍就完事了啊，今天下午就给大伙发货，老铁们，今天就给大伙发货啊。有没有周媳妇儿？来啊！说实话，我也没吃饭呢，媳妇儿。说你哪有粥，媳妇儿？你告诉我哪有粥？我这不骗你玩呢吗？你就说我天天在这嘎达连个饭都没有。你还怕我生气吗？说话真的，做饭都过瘾，耍得开。这个厨房啊，这厨房比卧室都大啊，你看了，他这个厨房是单独的，知道吗？单独的一个房子，知道吧？他这个厨房跟这个住宅他们是分开的，单独做了一个厨房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个厨房面积大，跟楼的格局不一样，这边是餐厅，你看这餐厅大不大？
家里面这餐厅大不大？啊，这边是个餐厅，啊，俩窗户，那边是个餐桌，这边是个厨房。多少钱一月？这么大，一个月是6000多块钱，啊，一个月6000多块钱啊。东北黑木耳47.9块一斤，老铁们啊，47.9一斤啊，然后19.9180克，19.93.6两啊。刚才有好多朋友们不会买啊，老铁们买木耳之前一定要选好规格，老铁们啊。我告诉你们怎么选规格，家人们啊，进了三元爸的直播间，老铁们啊，点开我的小黄车，然后呢咱们点击去抢购，知道吗老铁们？点击去抢购，然后呢选择规格啊，电话号码漏了，选择规格上面有个180克体验装，180克超值装，500克，老铁们你随便选择一个，知道吧，然后你点立即秒杀就可以了，知道吧，随便选择一个啊，又点立即秒杀啊，老铁们一定要选择规格啊，180克的，家人们180克的就是这么一包，这一包能吃多久呢，家人们这一包咱们自己正常做饭的话，老铁们啊，吃个10多回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吃个10多回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这个呢家人们，这一大包呢啊，是一斤装的啊，一斤装咱正常的话，老铁们你不得吃一年多呀，这一大包一斤多不多吗，老铁们47.9一斤，你买啥呀，在外面能买着，你在外面你肯定买不着，家人们咱就咱家这个品质的木耳你肯定买不着啊。你看咱这个，我来媳妇儿，这碗是干净的吗，咱爸没刷啊，我半个辣根儿，我整个辣根儿，我提前我跟我媳妇儿都喜欢吃木耳蘸辣根儿，知道吗老铁们，我跟我媳妇儿我俩都喜欢木耳吃辣根儿啊，喜欢木耳，你喜欢倒酱油的还喜欢倒醋的，媳妇儿倒醋哈，好，土豆粉现在没有，家人们啊，木耳蘸辣根儿啊，媳妇儿是这个醋吗？你买的？对，那边有吗？没找着。哪儿呢？这个醋哈，好，来，我得给大伙儿来个木耳蘸辣根儿，老铁们啊，木耳蘸辣根儿，大伙儿应该是都吃过，啊，倒点辣根儿，辣根儿就。这个辣根儿就是清界辣。辣根儿就是这玩意儿，啥玩意儿？清界辣，知道吧？这个老好了。超市60-70块没有你家的好，那时候我想在这地方买木耳，然后呢我说你这木耳是哪儿产的，他说不知道，那卖木耳的他竟然不知道，是吧，那卖木耳他竟然不知道这木耳是哪儿产的，就是你们就是南方的家人们啊，我跟你说南方的好朋友们啊，你们想买东北黑木耳的话，你们绝对是找不着，知道吗？绝对找不着啊，因为老板都不知道那木耳是哪儿的，知道吗？老板都不知道那木耳是哪儿的，木耳咱俩根儿啊，19.9180克，家人们啊，180克，这调的那个，哎，媳妇儿辣根吃过吧，这边来给你来一口来。哎呦，谢谢，没事吃辣根儿。我忙了，别打扰我。我也爱这样吃木耳，这属于啥，老铁们？刺身，木耳刺身。木耳刺身，知道吗？啊。哎呀，这点辣根儿。那个门开着，再开个空调，它能凉。你看，但是狗不热，你看。那狗他们不热了，我热呀，真的味精跟糖，就辣就蘸木耳，就蘸辣根吃就行。这这么大风呢，媳妇儿？
开那个啥吧，给我开这个吧。19.9块，刚才大家伙问我19.9块，19.9块是这么大包的，铁们，啊，这么大包的啊。3.6两，这样吧啊，3.6两啊。像这两个菜，就是正常的话，它就是属于素菜，不用放肉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说你就想放点肉的话，也可以啊。但咱今天咱这两个不放肉啊，不放肉，然后一会儿那个啥的时候再放肉。媳妇儿，你吃一口吧，这个。啊，太痛了。啊，这冬姜、爆姜。木耳养殖的，对，养殖的木耳，家人们啊，不是野生的，野生的木耳，我跟你说，你得一两百。芹菜炒木耳啊！我来，我垫一下媳妇儿，我垫一下子，来，我垫一下子媳妇儿，来。等我，我垫啊。看咱木耳了，姐们。大哥呛鼻子不呛啊？但是就喜欢这个味儿，知道吧？我来垫上来，好啊。好了，咱这个就是正常的做法，你不用加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知道吧？哎呀妈呀，你看你都飘地下来了。啊，咸盐啊，咱就搁咸盐、酱油，搁点花椒面，知道吧？可以了吧，你们？可以了。等会儿少许蒜末就可以出锅了。咋了咋了，出锅。可以出锅是吧？可以出锅了，不要炒，因为它这个本身就已经焯熟了，知道不要炒时间太长，炒时间太长的话，芹菜就变得不脆上了，知道吧？就不好吃了。啊，老爷以前干过吧？老爷以前没干过。哈哈，这是跟我爹学，跟我爸学的，看没看见？蛮好吃的，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是吧？啊，这一道菜就出锅了。这个芹菜，这个芹菜和这个木耳都提前焯好的，家人们啊，下锅过油，下锅放点这个佐料就可以捞锅，就可以出锅了啊。对，啊，咱第一道菜已经好了。这个啊，你们如果可以搁点配菜，就像搁点这个红辣椒，知道吧？提提颜色，这样就好看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一个菜掉了啊，这两下子可以出师了。谁啊？说你。我这两下子跟我老大学的。你那两下子，行 ，OK， 好了。好，下一道菜。啊，木耳回购3次了，特别好吃啊。咱家东北黑木耳19.9，180克，47.9一斤，家人们啊，咱东北灰黑木耳真是马上快没有了。有想买的话，大家伙真是现在可以去下一单啊。像这个的，如果你想喝点肉的话，你就给它少来点肉。因为东北黑木耳马上要过季了，知道吗，老铁们？啊，买不着了。哦，又想买的话，就得明年的时候才能买。没有一斤，有一斤的家人们选规格，规格里边有一斤的，是没有一斤吗？现在没有一斤吗？不可能没有一斤啊，有一斤啊。有一斤，在第一个链接，家人们啊，在第一个链接选规格，这不有规格吗？你看。规格体验装180克，超值装500克，家人们啊，选规格看着吗？选500克的是47.9，看着吗，老铁们啊？然后咱们点立即购买就可以了。第二道菜啊，第二道菜跟图上的做法是一样的啊，也是放点那个葱姜，这个是一样的，然后爆香啊，先爆香锅底儿啊，好。
有的人喜欢把那个蒜提前放在。有异味吗？什么有异味吗？就是木耳菌的味儿，就是木耳菌的味儿，家人们啊。我媳妇这个不行。我没有劲儿，我不喜欢。行，这个菜就要少许酱油啊，因为你这这个瓶子不行。放点酱油啊。这个酱油就少许啊，因为如果你酱油放多的话，吃完以后那个酱油颜色太深了就不好看了。花椒面子。放点咸盐。咸盐。花椒面子，这不用尝一下咸蛋吗？媳妇，不用，我是我自己咸蛋感觉。还放啥？媳妇还放啥吗？不放了，我煎来，我煎，我煎匀了来，我煎。咱东北黑沫四十七块九一斤啊！怎么总会焦煎了一个呢？因为你煎的姿势不正确，盐太多咸，没放太多。我跟你说，我对俺家这个小勺可小了，这个小勺可小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啊。你们根据你们自己口重，你们就多放点，不放点，然后出锅之前在那个放点那个蒜提一下香。哎呀，太香了啊，小木耳啊，咬不动了，我操！这个锅太沉了。放点这什么呗？对，蒜呗。对。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了。还有个胡萝卜呢。人大厨都讲究的是，你把那个锅给我刮不干净呗。我知道，媳妇，因为我颠不动了。啊。这个盘子有点小了，啊、有点大了。好了啊，你看刚才那个菜呢，47.9一斤，家人们啊，47.9一斤啊，出来了这个菜啊，这刚才出的菜啊，再给大伙做个木耳炒肉。家人们一定要选规格啊，这边有个体验装，旁边有个超值装，老铁们一定要选规格啊。体验装是180克19.9，旁边这个超值装是47.9一斤。必须会炒菜啊，跟我媳妇在一块必须得会炒菜，不会炒菜能行吗？不会炒蛋能行吗？47.9一斤啊。哪里发货？牡丹江发货，家人们啊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发货啊。这没泡好的这木耳，这木耳还去，我再往加点水。东北牡丹江发货，老铁们啊，因为咱是东北特产，咱这是东北特产啊。放点油在哪儿呢，媳妇？又在这儿呢，好，你看看一斤看多少啊？等会儿啊，我给你看一下，我倒完油的，好，一斤这一大包，家人们啊，一斤这一大包，看到吗？有多少一包呢？看这锅了吗？老铁们看这锅了吗？多些，看这锅了吗？啊，一斤怎么形容呢，老铁们？啊，你看我媳妇你捧着一斤的，看一斤有多些，给你捧一下子。一斤就是这个盆装大半盆，装大半盆啊，那盆啊，47.9一斤，咱们等会儿就发货，老铁们，咱们等一会儿就发货啊。下午4点，你们现在拍的话都能发走，老铁们，你们现在拍的都能发走。啊，爆香锅底儿来，
放点肉。放点肉啊，五花肉。烤肉的话要少放一点料酒去腥啊。放点料酒一拍，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啊！你们拍完咱家木耳绝对不带后悔的，家人们，我就敢跟你们这么说，你们买完咱家木耳绝对不带后悔的啊！新鲜。带个木耳。啊。就那肉熟了吗？我想知道。当然熟了。啊。当然熟了。木耳炒肉啊，再放点这个，放方便面的媳妇放吗？放。哎呀，你别给我放，我自己放。那你放吧，你放吧，我不插手，我不插手了。哎，我你咱俩的放的都不一样。啊，行行行，欧了欧了。欧了媳妇，欧了。这儿倒好不好啊？47.9一斤啊，老铁们啊，47.9一斤。哎呀啊，刚当刚当的，哎呀。用用煎勺，媳妇。用用煎勺，我给你煎煎勺。放胡萝卜，放黄瓜片儿，哎，那有黄瓜片啊。媳妇儿，你知道他为什么爆一下子吗？因为他这个木耳是放好的，厚实，所以炒的时候木耳不爆。我也拍了一斤的呢。可以放点黄瓜片儿，黄瓜片儿就是给它颜色更好看。这是木须肉的，再来点鸡蛋，这是木须肉的。木耳需要煮一下子吗？家人们，那不是煮一下子，那不是煮，那用火焯一下子，家人们焯一下子啊，用开水下锅焯一会儿啊。木耳炒肉，你炒的时间越长越好吃啊，因为它那个油啥的都进在那个木耳里了。嗯。煎一下子吧，煎一勺吧，媳妇儿，油好像我给放多了，媳妇儿感觉。好吧，家人们。咱家这个木耳，这是咱家泡好的木耳，老铁们啊，看着吗？这咱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看着吗？特别肉的啊，你看都跟那个小猫耳朵似的，老铁们看着吗？特别肉的啊，而且没有根儿，免宰的啊，家人们，木耳全部都是免宰的啊，而且很厚啊。咱家这个木耳来自咱们东北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是咱。啊，是咱们黑龙来自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啊，东宁县绥阳镇啊，老铁们啊，大伙听过东宁木耳吗？东宁木耳是咱们啊黑木耳之乡啊，黑木耳之乡木耳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可以查一下子去，老铁们，咱们家木耳黑木耳什么地方的黑木耳是最好的，老铁们啊，他又给你弹出来一个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。知道吧，东宁县的木耳是就是黑木耳里边是属 number one 的啊，老铁们听没听过黑木耳之乡东宁，黑木耳之乡东宁属于一个百年口岸，家人们你们听过吗？咱家这个木耳就是黑龙江牡丹江产的东宁的，老铁们啊，一点都不带假的啊，假一赔十的，家人们啊，一点不带假的，因为我们我本人我跟我媳妇儿，我们就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，我们从小在那长大的啊，老铁们啊，东北黑木耳47.9一斤，老铁们47.9一斤啊，老铁们啊，一斤装的啊，正常你们在外面买的话，买一斤东北黑木耳的话都得70-80甚至上百，不是我夸大，家人们，你们可以去买，真是买不着，尤其是南方的好朋友们，真是买不着这个木耳，知道吗？47.9一斤啊！如果你没吃过咱家木耳的话，你买一单咱家那个180克19.9一个体验装啊，你体验一下子，感觉好吃的话，以后来咱这回购。咱家如果没有的话，明年你再买，对不对？
今年咱家如果要没有卖，没有木耳卖，木耳全卖完的话，明年再买。你家木耳确实不贵啊，感谢哈里妈啊，谢大家伙啊，真是不贵，老铁们，3万8这个价格绝对是一个啊，家人们品质还能有保证啊，而且性价比还有保证，知道吗？咱家这个木耳绝对绝对性价比啊，有保证啊，而且质量还好啊。这是木耳刚泡的啊，这是刚才泡的，还没完全泡好呢。完全泡好之后啥样呢，家人们？完全泡好之后就像这样的肉头，看到吗？我给你们切个横截面，你们看有多厚啊？我给你切个横截面，老铁们，你们看咱木耳多厚？看了吗？啊，这边上，如果你要切根儿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要切根儿的话，它更厚。看着啊，你们看咱木耳多厚，老铁们啊，47.9块一斤，47.9一斤，我的妈呀，家人们，真的这个价格真的太给力了。啊，不会选规格的家人们，看这有体验装180克，超值装是500克的，家人们，咱家只有这两个链接啊，只有这两个链接，而且咱家木耳啊，老铁们啊，而且咱家木耳好评率达到100%，11000条评论，家人们，11000条评论，好评率达到100%，快手农产品销量榜3名，看着家人们。整个快手农产品销量榜3名啊，家人们啊，看了吗？快手农产品销量榜3名，发货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发货，100%好评，47块多，就那个是一斤装的啊，就这个是一斤装的，家人们啊，这个木耳啊，47.9一斤，一斤装的，绝对超值，老铁们。绝对绝对的超值，你拍就完了，特别超值啊，特好吃，回购送人。对，去年买的还没吃完。家人们，你们就买咱家的这个木耳，每次送礼都特别好啊。现在做的是鸡蛋木耳啊，然后呢？第一名谁家？第一名没有咱家便宜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放油知道吧？先放油把鸡蛋给刷出来。第一名他第一名他家那个也不是卖木耳的啊，咱家是农产品第三名，在木耳应该是排第一名，家人们，黑木耳，东北黑木耳应该是排第一名，知道吗？其他这一名第二名人家不是卖木耳的啊，这个啊，小妹，这个是什么，小妹？木耳炒鸡蛋啊，家人们，这个是非常好做啊，这个是非常好做的一个木耳炒鸡蛋，看好了啊，一旦下锅啊，这都是我媳妇儿拿手菜，吃得完吗？人多，家人们，我家人多，肯定能吃得完。这个鸡蛋先给它划出来啊，就是不要跟那个木耳在一起炒。客服啥的，一会儿俺们一块吃，知道吧？一会儿吃饭，嗯，就做了个中午饭。知道吧？这个鸡蛋不要炒太老，然后给它炒出来。啊，炒完之后。然后再重新烧油，对，重新烧油，重新回下锅，是不是媳妇？嗯，重新回下锅啊！三妈真能干，我媳妇是女强人呢，我媳妇在我眼里那是真是女强人呢，媳妇。拉倒吧！啊！我就是你的保姆，在木耳根咋长啊？木耳没根咋长啊？但木耳根它已经拔掉了，知道吗？它是一个木耳菌的一个袋儿，知道木耳。木耳它。啊，这木耳就是拔大毛的木耳，就全都是带根儿的那种木耳啊。就是它这个木耳吧，它这个木耳，它这个根儿在那个木耳袋上呢，知道吗？就是就像那个苹果一样啊，你从树上摘来苹果，你不可能说把树杈都给你带下来吧，知道吗？那根儿在树杈子上呢，知道吧？啊。好。青椒碎啊，青椒碎，青椒碎啊，家人们，你看咱家这个木耳啊，老铁们，那都跟锅一样黑了，你看
都跟锅一样黑了。来，我来，我垫下来，我垫来。买两斤，昨天包木耳饺子了，谢谢啊！木耳饺子好吃，我媳妇还要教大伙包木耳饺子呢。等一下，我放盐了，你放点盐给我。媳妇，你放盐的时候不用尝一下子吗？不用，我对我自己的那个啥很有水。不需要尝一下子。不需要。木耳炒菜要过水啊，木耳的话你要需要焯一下，知道吧？需要焯一下。木耳炒鸡蛋第一次见，木耳炒鸡蛋好吃又方便啊，木耳炒鸡蛋好吃又方便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再炒鸡蛋大劲儿了就不好吃了。出锅了。对。盛盘儿、装盘儿，那不盘子吗？这盘子装下吗？那个。啊？那就那个呗，这个。这个盘儿也装不下呀。哎呀，装吧，没有盘子了。几个菜了，媳妇？四个，然后还有半个凉菜。还有辣根儿，对，还有个辣根儿，六个木耳啊。就是我今天做，就是所有的菜全都是最家常的做法，知道吧？一点你家里额外的调料都，就是复杂的调料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啊，木耳炒鸡蛋，啊，嘎嘎好吃，我跟你说，真的。木耳炒鸡蛋，然后我嘎嘎带劲。我把那个。啊，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啊，我来尝一下子，我来尝一口，哎呀，我要尝一口我刚出锅的木耳啊，老铁们，嗯，好吃，姐们，咸那边正好，哎呀。我媳妇做菜是挺好哈，不用尝咸蛋儿啊。哎，媳妇咸蛋都整好啊。会做饭的男人真帅，我跟你说，我真不会做饭，是我媳妇会做饭，知道吗？我媳妇会做饭啊，我媳妇感染了我。你感染了我，却一笑而过啊。真厉害，两个人能吃得了吗？咱还有客服呢，我爸我妈都一块都过来，都得过来吃。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咱这木耳马上就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一定要珍惜，家人们啊，因为三爸卖的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，我卖的不是说平常大家伙在大道上都能买着的木耳，老铁们啊，咱这个木耳是东北特产黑木耳，家人们啊，47.9元一斤，质量绝对信得过啊，家人们啊，咱家木耳。我卖的啥样的，你们收到货就是啥样的，家人们啊，我卖的是啥样的，你们收到货就是啥样的，就是咱家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，你看这个色泽，老铁们看了吗？啊，想拍木耳的待会儿可以去买一单啊，你们47.9元一斤啊，家人们，东北黑木耳，纯东北黑木耳啊，产地是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的木耳，家人们啊，质量绝对信得过，你拍就完了，不用寻思那些乱七八糟的，老铁们啊。而且咱家木耳100%好评，好评率非常高啊，大家的眼睛绝对是雪亮的，老铁们，家人们，大家的眼睛绝对是雪亮的，每一个人来咱家拍咱家木耳的人，大家伙都给出了一个啊，都给出了一个啊特别好的评价啊。11000条评价，好评率100%啊，老铁们，好评率100%啊。你拍木耳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规格，老铁们啊。体验装180克19.9元，超值装，家人们啊，超值装500克啊47.9元啊，超值装500克47.9元一斤啊，老铁们啊，47.9元一斤。
我爸从老家给我带来的木耳就是东宁的，跟这个差不多，不过应该比这个贵，跟这个差不多，应该比这个贵。我跟你说，你爸如果要是在那个在市场买的话，都得是60-70一斤啊，都得是60-70一斤。如咱家这个木耳为什么卖的便宜呢，家人们？因为咱家这个木耳吧是咱们自己种植的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？啊，我前一阵我给大伙上木耳地去直播去，大伙都看着了，都是现摘的，知道吗？木耳都是现摘的，没有什么中间商，所以便宜，知道吧？啊，你们就是中间商，我不是中间商，老铁们，我只是摘木耳的，卖木耳的。啊，摘下来之后，直接就是到千家万户，然后你们才是中间商，老铁们，知道吗？所以木耳便宜。咱家这个木耳你买回去哈，你都五块钱可以加个20多块钱，你上市场卖去。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买咱家这个木耳，你卖回家卖60一斤。啊，你卖60一斤，你转手你一斤就赚10多块钱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真的，你如果要是批发木耳的啊，你回去卖65，卖70都能卖出去，知道吗？家人们，就咱这纯东北黑木耳，47.9到家，知道不？你卖60，卖65，卖60多，指定能卖出去。我咋拍279呢？你是不是新疆的呀？新疆不能发货，铁子，啊，新疆不行啊，新疆有运费。我想存点木耳，不知道能放到明年吗？这个木耳，家人们啊，能放到明年，只要你放到通风的地方。我告诉你放在哪儿啊？不要放在太阳底下晒，知道吧？不要放在潮的地方，知道吧？放到通风的地方，比如说啊，放在阳台啊，阳台不是有太阳直射的那种阳台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放在一个比较宽敞的地方啊，放了米有放米放面的地方就行。就你家这个地方放米放面，知道吧？米面都怕捂，是一个怕捂，一个怕潮，跟米面一样。就是这个木耳，家人们，你放的时间长了之后，它会有种味儿，就是那个木耳菌的味儿。对。啊，木耳菌的味儿，它就是单独就木耳有这个味儿，别的东西没有这个味儿。对，就像你们回家了。啊，比如说放时间长了，你们一打开，怎么有一股，哎，就像醋酸的那种味儿啊，就是它是木耳菌的味儿，木耳菌发酵了的那个味儿，知道吧？你回家了，你看，因为咱家这个木耳，家人们啊，它是从木耳菌身上长下来的，没有经过任何的清洗，知道吧？没有。回家这个木耳不是这样的吗？一定要把这个打开，知道吧？把这个袋打开。招板这样打开之后，让它在那通风啊。嗯。你别这样捂的，没有了，木耳没有了吗？木耳有，家人们啊，直接拍就完了，老铁们，47.9一斤啊。这个要拌凉菜啊，媳妇是吧？对，拌凉菜。啊，这个木耳泡好了之后，一定要上锅里焯一下子，家人们啊，焯一下它没有毒，你木耳你不焯不行。洋葱啊，那个切成丝儿。啊，凉菜就是木耳，就是洋葱切成丝儿，然后葱、香菜，然后小菜椒，就是这个小菜椒。啊，我媳妇现在要给大伙儿整个凉菜了，行吗？啊，准备蒜。凉菜啊，凉菜可以配点圆葱，啊，配点小葱花，配点香菜，配点这个菜椒，知道吧？现在拌个凉菜吃啊，老铁们。看我媳妇这凉菜怎么办呢？不用放冰箱吗？不用放冰箱，家人们，这东西是干的，木耳是干的，知道吧？不用放冰箱啊。拍了啥时候发货？老铁们，你现在拍完之后，一会儿就给你发货。老铁们，如果今天不发货的话，你就申请退款。啊，一会儿就发货。木耳是野生的吗？木耳是野生的吗？不是野生的，野生的话你200都买不着，铁子。木耳是种植的。谁跟你说木耳是野生的话，他肯定没有。木耳野生的，现在木耳野生的你整不着，知道吧？因为家人们，你们知道这个木耳吗？什么地方能长木耳？野生原始森林能长木耳，知道吧？上哪整那么多原始森林去啊，老铁们？啊，再一个木耳什么地方愿意长木耳呢？砍伐那个树木那个边上愿意长木耳，知道吧？上哪整那么多砍伐的树去？现在乱砍都不让了，知道吗？上哪长那么整那个山里边采木耳去，老铁们？就你上山上啊，你溜达好几天，你能采回来几朵就不错了。对。
你根本就采不着。野生的木耳的话，你上大山里头你转一天能采出来几斤吗？能采出来几斤就不错了，老铁们知道吗？而且冒着生命危险，你山野树林里头山猫野兽啥都有，真的，原始森林山猫野兽啥都有，谁敢去呀？好了吧，媳妇儿，操，时间太长了，老贵了，真的买不着啊。啊，媳妇儿，这木耳是不是洗了都？啊？嗯，用热水焯一下这木耳，家人们啊，你看木耳都特别厚实啊。木耳作用是啥？木耳可以清肺润肺呀。而且木耳是食材里头就是含铁量最丰富的一个。对，含铁最丰富的，可以补铁，知道吧？而且它还是一个血管的清道夫，叫血管的清道夫，一些血管一些垃圾啥的，家人们啊，都可以帮你就是排出体外。现在这个小孩儿，基本上都愿意说营养性贫血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给他多吃点这个木耳啊。能不能补不了，不是你走错地方了啊，你走错地方了，铁子，你去整那个大力丸啊。你走错地方了没？这是野生木耳吗？不是野生木耳，家人们，这是。凉菜的话啊，家人们用流水凉水给它煮凉啊。嗯。凉菜的话就凉水。是不是降价了呀？咱家。妈，你看你这个整，你不拿走。那不行吧？那些留着。咱俩根吃，你留咱俩根吃吧。木耳47.9元一斤啊，老爷真逗，本身就走错地方了吗？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四哥呀，哎，你瞅你们俩动作都一样。Seven 呐，爸爸摸摸吧，行不行啊 ？Seven。凉菜就是搁点水盐啊。啊，刚才啊，家人们，这个就是这里边都有啥，媳妇儿？里边有香菜、葱花，然后蒜，然后还有洋葱。洋葱混合到一块儿。对，然后呢，搁上点咸盐，然后往里头倒点醋。然后喜欢吃甜口、酸甜口的话，你们还可以放点那个。这醋太多了吧，媳妇儿？这个是那个啥的醋，没事。啊，哎呀。可以少放一点点白糖。拌的凉菜啊，拌木耳，木耳还可以凉拌。泡发多久就好？一拍，木耳泡俩小时，家人们啊，最少就是你就泡俩小时就可以了啊，提前俩小时泡好的。嗯，但是吃之前，老铁们做饭之前一定要焯一下子啊，用热水过一下子，知道吗？妈妈，我手有点不行。来，我来，媳妇儿，来，我来。我打开。来。47.9元一斤。放点糖啊！对，少放一点糖。媳妇儿，你买的是糖吗？对呀，糖啊。做糖精吗，媳妇儿？这哎，就是这种不是白砂糖呢，反正也是，放点吧。这怎么成？糖粒儿的呢？这不是糖精吗，媳妇儿？啊？拿错了呗。砂糖。对，白砂糖。白砂糖。啊，砂糖啊！我他妈以为糖精呢，我以为糖精呢。好吃吗，媳妇儿？我尝尝，我帮你鉴定一下子，媳妇儿，行不行，媳妇儿？这一做饭，浑身全都是菜味儿。拌完的凉菜其实应该挺一会儿再吃。就因为这边再放点糖。那就再放点，放啊。这个啥呢？这个是白砂糖。
行，八个盘里边有。拌凉菜一定要这么搅着了，因为为啥我说刚才不咸，因为你没搅开。等到那个啥，你下次木耳那个啥的时候你做，你别让我做饭。媳妇，你看，我学一学就完事了呗，下回还你整就跟我。我别让我整啊，我你老妈。搅开了这样的，媳妇。行了。等为啥？我给尝尝好不好吃？嗯。真不错，媳妇儿。嗯，好，这好了。没有盘子了吧？还有盘子吗？木耳47.9一斤啊，47.9一斤，家人们啊。没有盘的。没有盘，直接拿这么吃就行，媳妇儿，直接这么吃也可以，先放中间这么吃呗。再整个辣根儿。吃凉了。家人们啊，47.9一斤啊，四哥呀。四哥呀，放点香油了吗？有香油吗，姐们？没有香油。没有香油，没有香油，家人。你们家里有香油，你们就放点香油。放不油醋更省事儿，啥都不用放。不油醋是什么玩意儿，媳妇儿 ？OK 了，我要吃饭了，饿死我了。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木耳47.9一斤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木耳的家人们啊。大伙儿可以去买一单啊，咱家东北纯东北特产啊，开始吃饭了。哎呀，尝一下我自己。哎呀，福利吧。那个鸡蛋，这一会儿蘸辣根吃这个啊，这我喜欢做的是木耳炒肉。嗯，哥，你挂呢？啊？你不是整辣根了吗？整了。木耳宴吗？这是冰山一角，家人们，这冰山一角，这如果是我老丈人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给你做一桌子，我老丈人最起码能做17-18木耳菜，应该是能啊，是不是？什么捞汁木耳啊，是不是媳妇儿？咱爸做的啊，老好了。木耳炒一切，啥都能炒，好吃。我跟你说，家人们，这木耳指定好吃啊！你们就拍就完了，47.9一斤啊，19.9，180克，老铁们，19.9，180克。啊，让我爸过来吃饭吧，让他们过来吃饭，叫他们过来。客服，把你电脑绑过来，让他过来吃饭吧，不用绑电脑了，直接过来吃饭就行了。啊，让我爸我妈都过来吃饭了啊，好不好吃？妈呀，这个鸡蛋炒木耳也太香了。嗯，你看，我媳妇儿的功劳啊。那一袋是一斤吗？这一袋是180克，老铁们啊。那一袋是一斤，那一袋是正好一斤的啊。家人们，这一袋是正好一斤的，这个啊。一斤，47.9一斤，老铁们啊，这一大包。啊，这一大包能吃很久很久，老铁们，能吃一年多。没买过咱家木耳的话，你可以备上，知道吗？可以备起来。啊，平时愿意多吃木耳的话，一年你能吃两包。你平时咱就是日常吃木耳的话，一年吃一包就差不多，老铁们，一包就够吃一年的。啊。带劲吗，媳妇儿？啊。我真佩服我自己的厨艺。哎呀，这是主播吃一桌子菜，我媳妇吃一桌子菜，一桌子木耳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呢，怎么媳妇儿啊？一个两个三四五六啊，六个菜呀，我怎么查七个呢，媳妇儿？怎么查的呢？木耳开会呢？开会了啊！吃饭呢，过来呀！我爸呢？行，你给我爸打电话，让我爸过来吃饭。嗯，多好，家人们啊！有想拍的家人们，现在你们拍的啊，下午都能给大伙发货，老铁们，下午都能给大伙发货啊！好不好吃，媳妇儿？我媳妇说，我做的我当然好吃了。对啊。我媳妇做的当然好吃了。真是咸蛋正好，没有，带你妈妈去。
谁关机呀？啊？你去喊去呗。不是客服干啥呢？你去喊就得了吗？你给客服打电话来。嗯。给打电话，吃饭呢。刚吃中午饭。猪肝没有肉好吃。我过来吃饭呀。我爸呢？让他等会儿。哎，又买了一单啊。钙片有活动吗？钙片的话，你们问客服家吗？啊，有客服啊，问客服就可以了啊。钙片啊，想买宠物用品的话，找客服，后台找客服啊，家人们。47.9块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，都是木耳。哎呀妈呀，媳妇儿，我给我盛碗米饭，来碗大米饭。嗯，我跟你说，他这大米饭都没有咱东北的大米饭好吃，这米饭都没有咱东北的大米饭好吃。啊，家人们想买咱们东北响水大米的啊，咱们东北响水大米的话啊，应该是在家人们东北响水大米的话，应该是在10月份的时候能给大伙上响水大米啊，东北响水大米啊，也是你说咱牡丹江这么多特产啊，响水大米啊，东北黑木耳啊，家人们等大米好久了。这么多菜吗？嗯，可以啊。你不拍两个？这不得造一盆吗？你不得拍两个，拍个照片啥的啊？哎、留个纪念啥的，多好啊！这菜，我都不舍得吃，媳妇儿啊。有做木耳的视频吗？家人们，你们看那个什么就行，你们看那个咱家这个回放就可以啊，看回放就可以啊。这回放我不删啊，老铁们，木耳47.9块一斤。47.9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家人们47.9一斤啊，然后呢，19.9180克在这儿呢，老铁们19.9180克，47.9一斤是多些呢，家人们啊，媳妇儿，来把这个拿走，你把盆擦一下，我给大伙倒一下，看47.9一斤是多些，好不好，老铁们，我给你们倒出来啊，这个盆我给你擦干它了，看你有多少啊。来，哥，给我拿盆来，拿盆来，给我拿一下子。好，给我拿，我拿手机来，拿手机来。行，我把盆给你擦干了，老铁们啊！我告诉你，47.9你能买多些木耳，老铁们啊！你在外面花70-80，在咱们家只需47.9，你就能买着这一斤啊！这个木耳是没有根的啊，免摘的。好，我给你倒出来啊，家人们，你收到货的话，你买一斤的话也是这么个包装，老铁们啊。看了吗？多鞋啊！妈，这满满一盆子，满满这一盆，家人看了吗？啊，满满登登啊！看了吗？47.9一斤，这是咱家干木耳，老铁们啊，这是咱家干木耳，看了吗？啊，家人们。合不合适？一斤木耳47.9，啊，在下方小购物车第一个链接，就那一个链接，47.9一斤，老铁们，啊，多不多？老铁们多不多？你说这木耳能吃多长时间吗？啊，你每次吃饭，你每回做饭的话，家人们，我跟你说，你每回做饭的话，你只需要拿出一小把就可以，你只需要拿出一小把当个配菜就可以，老铁们知道吧？啊，就一小把，你说你能吃多少回？你就是这么一大堆木耳能吃多少回吧？才47.9，你在外面买它都60-70、70-80一斤，哦，你还买不着咱纯东北木耳，你买不着东北的这个，老铁们，绝对买不着。啊，你看木耳可以炒鸡蛋，啊，木耳可以炒肉，木耳可以炒西兰花，木耳炒芹菜，啊，木耳还可以拌凉菜，木耳捞汁木耳，木耳还可以扎大根儿。我跟你说，木耳啊，这个木耳是无所不能啊。木耳是无所不能啊，木耳啊，3万胖子都有游泳圈儿。3万呢？看3万胖吗？3万坐好了，看3万胖吗？老3万胖还老四胖？3万胖还4个胖？看着不错，老铁，跟你说木耳相当相当好了，知道吗，家人们？相当好了，你就拍就完了，家人们，真的。咱家这个木耳，我跟你说，老铁们，100%的好评。
知道吗？卖了20000多单，100%的好评，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，家人们，我特别佩服我自己，我特别佩服咱们家的木耳，啊，卖了20000多单，10000多条评论，老铁们啊，这个好评是怎么来的？100%的好评，啊，家人们。哎呀，饿了，你也想吃木耳？三元想吃木耳。家人们买木耳的话，一定要选规格，老铁们啊，一定要选规格啊，有180克的，180克是这一小包，老铁们啊，180克是这一小包啊，然后呢，47.9块是一斤，500克是一斤，47.9块，500克是一斤，47.9块，这么一大盆，老铁们看到吗？一大盆木耳，47.9块，老铁们，啊，看了吧，家人们。一定要选好规格啊！你看咱家这木耳，老铁们啊，这已售看不着已售哈，看不着已售多少单是不是？啊？看不着已售多少单是不是木耳？啊？啊？能啊！我刚看10万1斤的好像。多少单已售木耳？10000啊。10000？嗯。14000，已售14000木耳，看到吗？11000条评论，评论100%好评，老铁们，好评100%好评，拍2斤啊！感谢家人们啊，感谢家人们支持啊！哎，媳妇儿没有米饭了，就这些了，咱爸那这米饭不够，再弄点。嗯，买不了的呢，家人们一定要选规格才能买啊，老铁们。点立即购买，咱要选规格，一个180克的，一个是500克的啊。180克是3.6两，19.9，47.9是500克，500克就是一斤，老铁们，500克就是一斤装的啊。我想再拍一单，能一起发吗？可以一起发啊。现在是不是都能发货？啊？对，我跟你妈说了，必须都发走啊，老铁们。现在你们拍的都能给大伙发走啊。我把手机支架拿回来，嗯，留客服小哥吃，吃不了，饭留给客服小哥吃。你说你们真行啊啊！我不吃了，我都给客服小哥吃，行不行？我这炒菜技术咋样？我都给客服小哥吃。嗯，嗯，对，嗯。好吃还有菜香，哎呀！咱家今天的菜色香味俱全了，现在都不如我夸我自己。木耳扎拉根儿啊，老铁们啊，没吃过木耳扎拉根儿的，你们拍到咱家这个木耳啊，然后自己买点辣根儿回去蘸着吃，老铁们，木耳扎拉根儿，嘎嘎好吃啊！因为木耳特别肉，特别哏儿啊，嗯。这是辣根儿啊，上头了！你别光木耳蘸辣根儿行不？好像我做的这些菜都不好吃，就光是蘸辣根儿好吃似的。这是我媳妇做的木耳炒鸡蛋啊，家人们，哎呀，这是我媳妇做的木耳炒芹菜，嗯，色香味俱全啊。这是我媳妇焖的大米饭，那、嗯。咱家木耳假一赔十，知道不？你回去如果要不是咱这样，就是咬着特别哏嚼、特别热闹的这种啊，一泡就烂了乎吃的，你就给我退货。嗯，咱家这个木耳就是你泡完之后都是一个是一个的，哎，不像人家的木耳一泡完之后黏糊抓的，知道吧？放心拍就行啊，家人们。给大伙儿放心买就完事儿了啊，木耳绝对好。不用你上我这来录，明白了。啊，想知道跟木耳谁做的，你们就给二号麦点点关注。啊，我媳妇做的啊，我媳妇在二号麦，老铁们，你们拍完木耳来，你们不会做的话，就问我媳妇，我媳妇开播教大伙怎么做。二号麦啊。
你多吃，小红。行行，人家说了，人家说了，人家说我这吃不了啊，说不让我吃，都给你吃，他们说。你多吃，他们都留给你。感谢队友的关照。他们说我给我吃浪费了。你最清楚。里面不放肉，这做了两个素的，嗯。咋没有肉呢？里头就不放肉，然后有带肉的肉炒木耳。给老四吃一个五花肉能吃吗？五花肉放盐又放啥？你给他吃干嘛？嗯，给我四个来口没事是吧？那你说没事就没事吧。嗯，四哥，来，四哥上。啊，呀，这不三问吗？就是三问嘛，四哥来，四哥一边来。四哥上，四哥，你给四哥一块儿。那没几个，再没几个，你不许吃了啊！就一个了啊，就一个了，不能给你了啊！你起来吧，你起来吧。哎，你真不能给他吃，里头又有咸，又有酱油，又那个啥的。啊，他不是总吃媳妇儿。你总是那个啥，你总是这样。四哥来，四哥来。吃了要是那啥的话，能不给他们吃吗？一点原则都没有。啊，不能干啊。给四哥吃了啊，给错人了，我以为四哥呢，三文一下吃两块，三文聪明啊，你看，聪明的就能吃的东西，老四笨，笨的，笨就吃不着。木耳47.9一斤，啊。加上咱家木耳47.9一斤，看了吗？啊，这一大盆啊，一大盆47.9一斤啊，19.9180克，老铁们，19.9180克啊！想吃东北黑木耳的，大伙儿你们就拍它就完事儿了啊，老铁们，纯东北黑木耳啊，嘎嘎好吃，老铁们，没有根儿，绝对绝对没有根儿，老铁们啊，绝对是免摘的啊。而且绝对是产自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，老铁们啊，绝对是咱们东北黑木耳。你说肯定不行吗？你在咱们直播间买不了假货，肯定，肯定啊。大米咋没？现在没有大米。大米还得再等一等一下嘛啊！现在买不着大米。哎，有人木耳炒肉真好吃，是不是？好吃。木耳炒肉真好吃，我跟你说。木耳炒鸡蛋。炒鸡蛋也行。家人们，你们现在要不拍木耳的话。等咱木耳卖完了之后，你们得一年之后才能买到木耳的，老铁们，你等到明年七月份你们才能买到木耳啊，老铁们。咱木耳买回家之后，家人马上过节了，自己买一包，买完之后带回家啊，回家给爸爸妈妈尝一尝东北的味道，老铁们啊，回家尝一尝啊。留着过年吃，多买多买两单，留着过年吃啊，嗯，囤起来啊，囤起来过年吃啊。家里来人的话，整点东北黑木耳，它不香吗？对不对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啥没有了？木耳没了。再加点。好。对不对？买点东北黑木耳回去囤起来，不香吗？客户有对象吗？客户没对象。有了。有吗？有，有对象咋不知道呢？嗯，真是咋的？啊？这咱粉丝咋的？啊？那不是啊。咱粉丝有拉过你的？有跟你唠嗑吗？啊？有跟你唠嗑吗？特意聊上你的？啊？有。他啊？对。把钱往桌上一拍，
那跟你不举，跟你不嫁啊，那没到那份上。对，你泡完了之后要用热水煮一下。跟木耳干上去呢啊，跟木耳干上去。要用热水煮一下。就是水开了之后，你煮个三分钟、两分钟就行。一盆木耳十斤，一盆木耳一斤，老铁们，这一斤木耳47.9，这一斤木耳47.9，老铁们啊。他眼睛，你们不用说，他眼睛有毛病。他眼睛以前得过那啥玩意儿，就成习惯了。真的，好像不是说骂人打眼吗？对，他眼就是因为以前眼睛得麦粒肿，后来化脓了，他磨眼睛磨的，他就老眨老眨，不得。几两一包，家人们，我这一大盆是正好一斤啊，一斤是正好10两啊，老铁们，47.9，10两啊，这一包是3.6两，这一包是19.9块。老铁们，19.9块你能吃很长很长时间。老铁们，你每次吃饭你就抓这一小把，这一就是这19.9这一包木耳能吃10多回。老铁们，19.9能吃10多回。你咋不吃炒菜呢？啊，你别光吃炒菜。咱家这个东北木耳，东北黑木耳，你们拍完之后你们绝对不再后悔的啊！三兄弟，咱家这个木耳，俺家木耳卖了1年多了。这个，老铁们，我觉得这个好吃。木耳炒西兰花好吃。木耳可以清肺润肺，知道吗？像是平时抽烟多的人啊，在一些粉尘大的地方上班的朋友啊，平时抽烟的人，抽二手烟的人啊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可以多买点木耳吃，知道吧？木耳可以清肺润肺的啊，老铁们。对肺非常好，而且一斤是这些，而且木耳是血管清道夫，一斤是这些，老铁们啊，这一盆老多了，这一盆能吃一年，这一斤木耳，家人们啊，一斤咱家这个木耳你回去泡，一斤能泡出10多斤出来，能泡出14-15斤出来，老铁们啊。就是你把这个木耳全给它泡开的，老铁们，这一斤木耳能泡出14-15斤出来，啊，这泡出一大桶，这都单片的哈，对，全都一片片，你看，都一片的，全一片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我泡完之后连摘也没摘，我就直接放水里炒，泡完之后就炒，大小均匀，嗯，没有了，啥没有了？木耳没了。没有，有，聊聊吧啊，聊，待会儿先选规格啊，选规格，一定要选规格。没有了吗？有，可能有啊。不让看着。对，500克是一斤，一斤就是这些，嗯，就是这些一大盆。广西包邮吗？广西包邮。包邮。除了新疆、西藏，新疆、西藏不邮，其他地方全邮是吧？对。内蒙呢？包邮。包邮。三亚呢？海南不。海南不包邮啊？对。海南、新疆、西藏不包邮，其他地方全都包邮。选规格啊，你点进去之后选规格，你不选规格的话肯定买不了啊。来，都吃点辣根儿，来，大伙都吃点辣根儿吃的。别克服这个。我蘸了，刚蘸了。来，行，你吃。哎呀，这木耳炸的吃时间长，它不感觉有辣根味儿，嗯，好不辣了是吧？嗯，容易噎着，吃的太急容易噎着，你放心吧，噎不着。我跟你说，吃啥东西都急，包括喝水啊。你喝水也急。我吃啥东西都急。
47.9块钱一斤。哎呀妈呀，我吃饱了。那、嗯。我爸妈他中午吃饭。这不肉炒木耳吗？肉都让咱爹超吃的。这不肉炒木耳吗？肉炒木耳，鸡蛋炒木耳，鸡蛋炒木耳吃完了，然后芹菜炒木耳，这属于素菜，里头没放肉。然后还有一个啊，那个西兰花炒木耳，然后也是素菜，不放肉。你就挑肉吃。对你如果拍了两斤的话，两斤就是一起发；你拍了十斤就是一起发啊。一个地址一起发啊。对，只要是一个地址，就在一个箱子里。一二三了，感谢大家伙啊！发中通或者韵达，啊。哎，你这手机上这两个充电了吗？那个。充了。整上呢？对，整上。拿着啊，行。这是三下一单，感谢啊，管理呢，这个人捣乱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咱家这个木耳啊，你不用在这个公屏上说贵还是不贵，你买回去，你跟你们当地的那个啥的木耳，你对比一下的，或者你买一个70-80块钱一斤的那个木耳，你跟咱家40来块钱木耳你对比一下啊，并不是说咱家木耳便宜啊，咱家木耳不好，是为什么便宜啊？人家都是那个从那个木耳地里人收到自己手里的，然后从中间倒一下的，再卖给那个再卖给各大超市，然后你们再从各大超市再去买，那相当于赚了两手的钱，你知道吧？人家把那个，然后咱家是把你这中间商的那个差价全都给你抹去了，直接就是直接是底价给你们的啊，家人们，你们买你们拍一单回去，你们尝一下就知道咱家这个品质好不好了，就是一朵是一朵的，知道吧？你买回去你泡出来就是跟咱这个一样的，这个都是我没摘过的啊，全都是免摘的啊，家人们。没有70-80的忽悠，真的，咱不存在忽不忽悠啊！俺们就是我们东北什么价格，我们自己心里比你们还清楚，因为俺们土生土长的地方就出的这个东西，还有比俺们更了解的吗？对不对？热水焯几分钟，就是啊，你泡好了之后，水开放进热水里，你焯个3分钟就可以了啊。是这个不是秋天的木耳，我不知道你们说的秋耳是什么木耳，咱这个就是二茬木耳啊，木耳当中内茬最好的木耳。广西几天到？三四天，啊，3-4天就到了。对，好吃不贵，你就拍就完事儿了。知道咱家这个品质，你买的送人，人家吃到嘴里，人都得说你。说你是这个下班，对，沸水煮个2-3分钟就行啊。厉害，再见不？12点半，忙。我要看狗，等会儿的呗，家人们，等会儿的呗。吃完饭了行不行？老三爹吃完饭了啊！你们拍完木耳的啊，47.9块钱一斤，老铁们啊，没吃过的老铁们，你们没尝过咱东北黑木耳啥味儿的老铁们啊！有的人担心这个木耳拍到家不好吃，是不是？你拍它19.9块，我开心吃吃姥姥，感谢上饭热水，还有单位支持我的，咱看看去。咱有没有支持我的呀？这支持我媳妇了就。拍单19.9的家人们，19.9是100。家人们，你们支持38的，你拍单19.9的，啊，这个19.9的，你回去你尝一尝，知道吗，老铁们啊？然后支持38就拍一斤装的。180克这一大包，看到吗？180克这一包啊，3.6两，老铁们，3.6两。然后你把这一斤的。你今天你可以不买，你今天你可以上外边，你上菜市场你逛一逛，你看外边啥样？因为我感觉咱直播间里头好朋友们，家里做饭的啊。啊，家里做饭的姐多啊，因为看狗看就喜欢狗的，一般都是啊，
就是女生排多一点是吧？男生的话没人做饭的。你看俺家大谁做饭呢？谁做饭呢？你看俺家大郎，这是我排两斤。啊大郎，现在来直播间的全是家里人做饭的，我感觉全是会做饭的，知道吗？全在犹豫呢。哎呀，三八家木耳好不好吃啊？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绝对好了，行吗？你们就拍这玩意儿，绝对好啊！我媳妇儿做饭，我跟你说，我媳妇儿本身就可喜欢，我喜欢做饭，可喜欢研究东西了，就研究这个，研究那个的，研究吃的，这个、木耳。其实炒这木耳全我媳妇自己研究出来的，啊，我寻思我跟他说，你跟咱爸学一学，给咱爸打个电话呀，不用打电话，主要自己研究就行。啊，我也是，我打字，我也是拍了两单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感谢啊，感谢支持咱家的，不建议拍19块8，直接买47.9的木耳太好了，你看这一看就是拍。想买不会买，家人们你们直接买，直接拍啊，老铁们啊，直接点击购买。然后呢，选规格，有180个。你看人家这个阿凡啊，他说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黑龙江人，就告诉大伙，这木耳绝对是最好的。看没看见？老铁的观众的这个眼光是雪亮的，知道吧？你们可听俺们说，肯定有人来还在犹豫。你看评论，知道吧？评论那可真是一个人一个评论出来的。你们就放心拍就行，咱家这个木耳你回去不好吃的话啊，你那个啥，如果你泡出来是特别敷呢啊，特别浪乎的那种，你拍照你给俺们都给你退啊，都给你们退啊。然后你们收到货之后一定要让他把这个口给它敞开通风啊，如果时间长了你这么捂着的话啊，它是会有一点那个有回家就是通风放就没事，对，通风放就没事，别叫他们啊。我跟你说，咱家那个木耳，老铁们，我卖啥样就是啥样的，知道吗？你们在外边买的木耳有好多骗人的，是啥样的？你们这个木耳你买到家之后啊，烂根儿的啊，烂的木耳特别薄的，知道吗？泡到家之后啊，一点不成形的木耳，我跟你说有的是。但是这些情况在咱们家都不可能会存在，都不可能存在，老铁们知道吗？啊，咱家木耳绝对是好木耳啊。下单了，感谢支持啊，感谢支持。对，你放冰箱里，你不放冰箱干嘛去了？来，睡觉来。你就放在那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，知道吧？不要放冰箱，因为你放冰箱里之后，你一开一关的话，它就容易受潮啊。不要放冰箱里啊，不要放冰箱里，你就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放冰箱里的话，因为你来回开来回关的话，它就容易那个啥啊，容易变潮了。对，咱家这个木耳就是不论你咋泡它都不带变形的，知道吧？我媳妇还真给我敲敲我啊，我怕你再噎过去，这嘎离医院还挺远的。挺远哎，咱今天做了这些木耳，也哎，就做了这几盘的木耳，我跟你说，也就裹些的量啊，也就这么一大把啊，也就这么一大把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些盘子这些量？对，就今天做的这些。就一碗吗？对，也就这一碗了。老爷喜欢吃，他就喜欢造。一碗干木耳泡出来。一碗干木耳，你得泡出来两碗吧。我跟你说，就是你抓的这一小把，知道吧？你就这一小把啊，我查查啊，就这一小把，1、2、3。喝口水。6、7、8。喝口水。10、11、12。没有了。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我跟你说，就是22、23朵啊，就你抓这一把22、23朵，你就够炒一盘菜的了。雪儿，你就不愿意吃这个粥吗？不愿意啊，我可愿意喝粥了。其实你缺吃蛋汤，我就可以在往里泡点水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就是如果要是木耳炒肉的话啊，木耳炒肉，你们就抓25朵左右啊，25朵左右
啊，就这么一个是一朵，二是。这玩意儿，人家就是这玩意儿一盘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没有固定的数值的，人家愿意多吃，人家多泡点。是，我就说你正常就是炒这一小盘的话，那个量。那当然是你人多你就多放点，人少你就少放点呗。我就说正常炒这一小盘的量。这木耳也分大小型，知道吧？我就说咱家这个木耳咋就那么能酱呢？你信不信？如果咱家这个木耳25朵的话，拿出来泡好，直接就是炒这一小盘儿，行吗？你每回炒菜你就抓一小把就行，抓一把就行了。你这一大把够好两盘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做饭我还不知道，还没有你这能不能播了？能不能播了？能不能？滚！去！真能犟！我错了。喂。行，我来一下子。妈呀，那个木耳啊，今天那啥下单了。来了。来了。这芹菜他妈老了吧？干咽咽不下去呢，这芹菜。你牙口不好啊？这芹菜老了。我感觉你牙口不好。一包是多少？19.9一包是180克啊，就这么一小袋儿啊。如果要是500克是47.9一斤啊，一斤。这一大盆啊，就是这一大盆。一斤大盆。这一把能泡好多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他那一大把能泡两盆。过去了啊，行。嗯。大米的话得秋天啊，得90月份那样吧，能有啊，是新大米啊。现在要是给你卖的话，都是陈大米，新大米都没下来。要不看看客服姥姥，客服姥姥，咱们看客服姥姥的，客服姥姥谁呀？吃饱没？吃饱，我也吃饱。哎呀，我感觉我这个手指头是俩刷锅的时候，一下蹭到那个锅底儿了，那个手指头好像给我烫熟了。啊，我的意思是看看客服了，客服去工作了。看看客服还是看看狗？我怎么看？我怎么刚看有人说看看狗呢？大米的话得9月份以后吧，9月份、9、10月份那时候能有啊。其实我已经一点都不认狗，为什么狗还伸舌头那些？你还不知道？那挺高。你知道这锅得有多难吗？22。哎，木耳炒芹菜。空盘了，然后木耳炒鸡蛋空盘了，木耳炒肉剩下一点儿，木耳炒西兰花也剩下一点儿，木耳炒西兰花倒点得了，他俩倒一点倒一块儿吧，那多些油去吧，这油这个木耳炒肉的油是你放的，不是我放的，最后就剩了一点儿，就剩了一盘儿，我爸我妈没吃饭呢，我爸我妈，他不要跟咱一块吃。啊！还行，他两口子一块吃。哎，我从嫁进这个家里来，我跟俺老婆婆在一桌上吃饭，都10个手指头都能扒拉过来。不在一桌吃了。他从来不跟我在一桌吃饭，要不就自己上厨房吃了，要不就等俺们吃完了，他再吃，要不就是他自己先吃，吃完俺们再吃，就这样，也不知道为啥。还没有拍木耳的家人们啊，47.9一斤呢，现在。47.9一斤啊，19.9180克，老铁们啊，19.9180克，家人们有需要的话，大家赶快去拍一单，啊，等会儿介绍完之后，我就遛遛狗去，好吧，家人们，是，我去遛遛狗去，今天这个木耳，哎呀，这个芹菜到底吧，我这手机往前挪一下，啊，这个芹菜也到那个盘里呗。好吗？嗯，好不好？差了一斤，合适。来，倒点儿来。嗯。再买个菜板，不用做凉菜要好，要不也买菜板。啊，你的意思是一个菜板切肉，一个菜板切菜是吗？炒了一桌的木耳啊。嗯。还能炒好几桌子，这我跟你说，这些木耳能炒10多桌子去吧，芥末一斤木耳。能炒10多桌子，那可是了。真的，这一斤木耳了，兄弟们，一斤47.9。哎，这一斤木耳的话，要是放大席的话，20来桌。做大席呀？嗯呐。
看我四哥，生熟分开切，生熟分开切什么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对呀，没事儿，反正你到锅里，它炒吧炒吧全都熟了。你我自己在家的时候，这反正也不是在家，哎呀，就凑合的弄呗。啊，在这嘎达就不用那么精细了。你要是在家的话，有孩子啊，精细点儿那个啥。啊，在这嘎达就这么地吧。我就一个菜不会，俩菜板，有的时候你像老人的话，他们就忘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整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就不能抬起来放吗？这整的滋嘎滋嘎的，你看你。上。上哥，木耳有烂的吗？哎呀妈呀！没有烂的。没有烂的啊，铁铁，没有烂的。哎呀好。行吗？这就看到四哥了吧？老四儿啊。嗯，我四哥老实。媳妇儿，你看亲老四，老四躲不躲啊？你我亲他，来，我亲老四哥，拍到四哥来，你亲。他妈四哥竟然咬你！截个屏。木耳47.9元一，四哥，咱俩木耳没毛吧？没毛病，我四哥都说没毛病啊。四哥太帅了，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啊！然后呢，19.9元180克啊！哎呀，四哥身上真香。19.9元180克、哎，绝绝对对的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啊！哎、四哥身上有股男人味儿。操！我身上呢？臭狗娃娃味儿。四哥是有男人味儿啊！四哥你喜欢谁？四哥你喜欢谁？俺俩你喜欢谁？四哥，你告诉老你喜欢谁？你喜欢谁四哥？喜欢我还喜欢谁老三？你喜欢老林吗？你喜不喜欢你？你喜不喜欢我？啊？喜不喜欢？你喜欢呢？老四你。你妈呀，他不行了，他那个凳子老往后窜。47.9元啊，家人们啊，19.9元180克，东北纯东北黑木耳啊。问 seven 呢？ seven 一上来的话，直接就蹦桌子上来了。seven 上来不老实，没有四哥老实这一块。能买啊！你点进去之后，一定要选规格啊，选规格。媳妇，你教大伙怎么买，大伙可能不知道不会买。要来直播间这么长时间不会买，等听那么长时间不知道。还挺着急的，是不是？点这个小购物车啊，然后点击看上木耳了吧，点击去抢购。啊，点击去抢购。把电话码盖上来。嗯，然后上面有规格，老铁们啊，看着吗？上面有规格，看见没？你要选个100万，你看你一选，你选这个，选规格，选，看你选之后选一个500克的，选完之后它这个500克就变红了，47.9元是吗？你要选180克的话，就180克变红了。看见没、嗯？然后你就直接啊、直接脸就给我买就行了啊！需要选个规格啊，家人们一定要选规格啊，要不买不了。一定要选一下规格。四哥。然后给一号麦点点关注啊！一号麦就是我，然后呢，如果三月半白天不直播的话，一般我都是中午12点准时直播。然后今天就是三月半直播了，所以我今天就播不了。啊，然后一般情况下3万8白天不播的话，我就会中午12点直播啊。你们给一号麦点点关注。上次买的不错，这次和上次一样吗？一样的家人们啊。一模一样啊。你们直接买就行了。媳妇，我这咋烫的？这是昨天烫的吧？我哪知道？烫坏了。哎呀妈呀！哎，我就发现你。老爷家不卖狗。我发现你这人哈可憋屈了，哎，我哪嘎就坏了一下子或者干啥出血了哈，我还该干活干活，他就不行了，哎呀我这出血了，这也不能干，那也不能干了，怎么样？这一包19.9元，老铁们，一包19.9元，
啊，180克，3.6两，啊，这一盆，家人们，这一盆是500克，是正好一斤的，家人们啊，一盆正好一斤啊。咱家这一斤木耳，47.9块一斤，老铁们，一盆啊，500克啊，47.9块啊，绝绝对对是咱们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，你们就拍就完了啊。产地是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，不，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，东宁县啊，绥阳镇，老铁们，东宁的木耳啊，绝对。啊，绝对好吃，老铁们！啊，这木耳都卖了多长时间？卖了2年了，去年卖，今年也卖，啊！而且咱家这个木耳好评率非常高，啊，好评率非常高，啊！四哥抢镜，四哥，老实说没毛吗？四哥，没毛吗？老师啊？16小时候脑瓜挺好看的，现在怎么？是咱俩看的。啊，我发的呀！啊，老四啊！啊，没毛，老四啊！啊啊，一点毛没有啊！家人们，有需要的话大家去拍吧，47.9块一斤，每只智商都高 ，seven 智商最高。吉林的木耳好吃，吉林跟牡丹江是交界的，知道吗？吉林跟牡丹江是交界。知道吧，同属长白山脉，知道吗，家人们啊，同属长白山脉。又拍了一单，感谢大家伙支持，老铁们啊，感谢家人们支持。后面露个脸来，咱三位上来，来四哥下来吧，四哥来，跟三位上来，来，四哥下来吧，四哥下来吧，妈妈上来，来，四哥来，四哥，你下来吧，四哥，四哥不愿意下呢，四哥不愿意下不行了，三位上，三位上，来，上，啊，反正三娃很老吧，不老实。其实吧，哎，你说媳妇儿，你说三文长得像谁？不，三文老四长得像谁？哎呦我的妈！老四说实话，他一半像他爸，一半像三文，知道吗？老四是一半像他爸，一半像三文。嗯，我感觉我四哥多数像三文，知道吗？我四哥多数像三文。你叫三文一乐，媳妇儿，三文一笑，就有点像那个史努比。不许笑，哎，媳妇儿，三文一笑像不像史努比？像啊，像哎，家人们，你说三文这一乐像不像史努比啊？木耳19.9块，180克，纯东北黑木耳啊，180克19.9，47.9一斤啊，还真像，是不是？滴滴滴滴，真奇怪。三，听一口。三，听一口。抬头，你再起来。不许动，哎，我亲你的时候不能动，三文，你抬头，我亲你的时候不能动。哦，你亲的媳妇儿。吃啊。三文，亲亲。嗯。嗯。三文好玩儿。没老四老实，嗯，四个往那一动，一坐一动不动了，我这。他今天已经算是老实的了。第二个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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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了，我的妈呀！它不咬我呢。再来，你再来。不会玩了。你再来，它得咬你吗？行，再来，你再来，你再来，它得咬。妈，我不敢了，我。然后它咬你吗？来。咬你，咬你，咬！我刚才说咬了，我说我也咬它耳朵。咬。你看它不咬我，啊？不跟你好了，不跟你好了。走！我不跟你晃，走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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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啊，三万，行，你行啊，三万，行，以后我白对你好，哎、白对你好，你白对你好，没媳妇儿，你没有发现今天给他们洗澡可香了吗？啊，你闻，我对你好了，你闻闻行，你闻闻行。我闻了，我闻了。你没闻着，你再闻，我没看着你闻。我闻。真香，真臭，真臭，香，真臭，香，真臭，香，真香，香，臭，香，臭，香，臭，香。给三气够呛，给三气够呛。好了，妈妈，香，啊香，啊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不说大宝了啊，不说大宝了。这脾气太急了，三脾气太急了。那、啊、等睡一晚上，三子，走、啊、去去边。啊，那、啊、睡一晚上，睡一晚上，上外面玩啊。家人们还没有拍木耳的啊，待会儿拍的咱东北黑木耳啊，47.9元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待会儿现在如果不拍木耳的话，过一阵咱木耳真没有了，老铁们，过一阵咱东北黑木耳真没有了。啊，你们就拍不着了，再想拍木耳就等明年了啊。19.9元，180克。47.9一斤，老铁们啊，47.9一斤，咱纯东北黑木耳，老铁们，现在没下单的话，待会儿赶快去下一单，老铁们啊，19.9，180克啊，老铁们啊，还有没有没泡完的木耳了，媳妇儿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全做了，是不是？都在这儿，家人们啊，木耳拌凉菜，木耳炒菜啊，家人们，你看咱木耳好不好啊？买完之后回家。家人们做完菜了，给三爹来个好评啊、嗯！来个差，来做好菜了，来个拍个照片，来个好评。家人们，好吃就是好吃，不好吃就是不好吃。家人们一定要按事实说啊！老铁们，好了，三啊，下来吧，三来。木耳好不好？家人们，你就说木耳好不好吧，对不对？47.9一斤，老铁们，你能买着吗？你就算就家人们，你们就算买着那个最便宜的，也得多少钱？老铁们，在市场买最便宜的也得是啊50-60元一斤吧，老铁们，而且还不好，对不对？你敢保证你买的木耳像咱家木耳这么好吗，老铁们？啊，才47.9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才47.9，你在外面绝对买不着这么好的，家家户户都能吃着木耳，老铁们啊，三元爹。啊，三元爹家卖的这木耳绝对好啊，老铁们啊！嗯，下来吧，下吧，下地吧，下地吧，三元来，下来吧，三元。哎呀，哎呀，三元呢？吃饱了，一包多重？家人们，一包有一斤装的啊，一包也有，我把空调关了呢。一包有一斤装的啊。一包还有180克的啊，咱有两个规格，这个规格是一盆是一斤啊，一斤是47.9，这个规格的是180克，180克是19.9。过来三位来，说到场上再说，感谢家人们啊，就是好吃，老铁们，没有别的，咱家木耳就是好吃，来三位来，过来来，咱家木耳没有别的，就是好吃。啊，三羊来喝水吧，让媳妇把其他狗都放下来呗。没有你的日子，我真的好孤单。三万，过来，我把其他狗都放出来，还有八单。啊，滚，三万。三过来，过来，客服，你把其他狗都放出来去。
客服去把其他狗都放出来，看他洗澡吧。洗澡不行，你看我四哥，你过来上游泳，四哥来上上，你看，四哥不能往下跳啊，老爷没让你往下跳，不能往下跳啊，四哥，听话啊，老爷不让你往下跳，你千万不能往下跳，你跳去没人给你洗，啊，四哥，啊。你跳去没人给你洗，四哥。今天就能发货，老铁们，木耳今天你们现在拍就能发货啊！立马给大伙发走，啊，家人们，立马给大伙发走。预备，跳！等会他们几个就全出来了。老铁们，等我他们几个全出来了。天津几天到？天津正，今天发货的话，明天后天吧。今天发货，明天一天，后天一天，差不多就能到了。最晚大后天，知道吗？最晚大后天。客服听不着我说话吗？客服。啊！把狗放出来呀！把小牛他们全放出来呀！把狗放出来，媳妇儿！你们没人看我直播吗？你们？我说把狗放出来。你去放人完事儿了呗。我放，来来来。来，拿你拿着吧，拿手机来，拿着你拿着过来，来，你看我媳妇可犟了，这可犟了。媳妇你就坐着，那我就放，我哪知道啊？哎呦我的妈，客服睡着了。看小迷糊，等会小迷糊出来了啊，家人们，等会小迷糊出来了啊。拍了一集，因为喜欢四哥，感谢啊，感谢家人们，咱家木人，你拍完第一单，你怎么你拍完一单，你们就想买第二单，我跟你说，但是等你下回想买第二单的时候，咱家木人就没有了啊，老铁们，等你下回买的时候，咱家木人就没有了啊。游泳呗，今天不游了，不能走游泳，家人们不能总游泳啊。不能总游泳啊！呀，这不迷糊吗？这我家迷糊吗？这不是？啊？这俩大脚啊，这不虎妞吗？好了，这不虎妞吗？出来了啊！好了，听话。主播拉布拉多嚎叫是怎么回事？他着急知道吧？你不放他出来玩咋了？媳妇儿脚崴了？啊？因为喜欢四哥才关注主播的。47.9一斤，老铁们啊，咱家东北黑木耳啊，有需要的话你们去拍的啊。虎妞过来，虎妞来，咋了虎妞？虎妞喜不喜欢老爷呀？虎妞，你们几个，我发现你们几个真是的哈啊！来，准备跳啊！呀，四哥，你上那干啥来了？四哥要跟他姥爷一块游泳去。狗不能在外面待时间太长了，知道吗？
我待时间长，这天太热了，闷热闷热的，它容易中暑。这天容易中暑。他们就是出来上趟厕所，基本就回去了，一会儿就回去。木耳47.9一斤，啊，老铁们啊，19.9毛钱，180克。嗯，这是个橘子树。小迷糊，你发你就上这尿去吧，小迷糊啊！你说这小迷糊就不会上草窠里尿拉去，俺家 Seven 他们可都知道上草窠里去，就你们你这小迷糊一天一点啥也不是，狗屁不是。遍地可地尿，小迷糊可地尿，想看小迷糊拉稀。为啥看小迷糊拉稀呢？啊？为什么要看小迷糊拉稀呢？挖坑埋起来不行。他们拉的把都得搓走的。哎呀我的妈。哎呦妈，你瞧我做这东西好不好啊，叫他们学习，让他们学跳水。我四哥会跳水啊，其他狗不会跳水，我四哥会跳水。我四哥跳水跳的老好。啊，好多的肥料啊。迷糊，小石头脚好了，太热了，不行啊，媳妇儿，你看都得回去啊，这天儿不行，太热了，不能在外面待着。喝吧，啊，看四哥跳水呗。那都是闻的药。你们几个起来，你们几个起来，啊！啊，关了，关了，我以为空调没关呢。昨天游泳真开心呢，啊！是哪个城市？杭州，家人们，我们在杭州啊，我们在杭州。还有没拍木耳的？待会儿拍的木耳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走走走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来，走走走。太热了，外面啊，多少度？媳妇，你看一下外面多少度？现在多少度？现在32度，闷热闷热的，32度，闷热闷热的。这是自己买的房子吗？不是自己买的房子，是租的房子啊。我们这房子租的，家人们，以后就在杭州了吗？木耳真心不错，感谢家人们啊。啊？拿倒吧，卡了吧？是不是卡了？回去。啊？不用拿，不用拿，不用拿。不用拿，媳妇，不用拿，下播了，下播了，家人们，卡了吧，卡了不行，晚上没有网，楼上没有网，啊，进笼吧，进笼睡觉吧，来睡觉吧，啊，然后咱家卡，一进屋就卡，啊，然后待会儿咱们今天下播了啊。好不好？啊？大姐，老大，老大进去。小石头不能收收里头，小石头来，小石头出来来。你先关上吧。小石头出来来，小石头出来来，石头，石头，石头不能在这，石头来来。小石头在这，小石头给脚该坏了。家人们，那个木耳啊，那个木耳一会儿就给大伙发货，老铁们啊。一会儿给大伙儿发货，大家伙儿别着急啊，家人们。石头出来，
石头可愿进那笼子里了，现在不能给它关在里头了。好了，小明哇，小明上那里，上那里。先放这里吧，一会儿再找去吧。晚上见，家人们啊，晚上见啊。感谢大家伙，晚上见啊。我安排现在都给大家伙发货的了，行吗啊？拜拜，已经发货了。那太好了啊！今天一定给大伙发货，你们放心吧啊，老铁们啊。然后咱们家直播就到这儿了，老铁们，还有没拍的，家人们还有没拍的啊？木耳47.9一斤啊！拜拜，家人们，拜拜啊！